今天的选的题目是特别为各位选的，因为是后疫情时代，我把它叫做各显神通的远距医疗监控。如果你们看不清楚啊，没有关系，我的讲义写得非常细，600 dpi 啊，里面很细的东西，我希望各位啊，除了上课的时候你们能够听个故事以外，我也希望各位可以直接从讲义能够看到很多你们需要的资讯。那么我今天虽然我讲的题目呢，不好意思跟生意材料不是很有关系，但是我是很期待，尤其是各位新创团队，你们可以理解一些事情。首先呢、好，关灯啊。二次大战结束以后，美国人才开始整理医疗器材，其他国家没那个能力啊。1938年的时候就有一个叫做《食品药品化妆品法案》，可是到了1967年的时候，医疗器材才纳进来，所以距离现在没有多久啊。当时那么乱七八糟，医疗器材要怎么管理它呢？美国的 FDA 这些老伯伯他们想一个办法，不然我们把医疗器材分三类，按照它的失误的时候所造成的危害，我们叫 risk， 来把医疗器材分成 class 1 2 3。 为什么要把它分三 class 1 2 3呢？因为我们要管理啊。所以各位，我今天在这跟各位讲这件事情，我期待各位伙伴你们要知道整件事情的缘由。我们是医疗器材界的老兵啊，做了30几年的医疗器材，我们的师傅跟我们讲这些事情，我们一路过来看到现在有很多伙伴们，你们对医疗器材的法规设计行销有一些困扰，我想利用今天这个案例来跟各位说明。分成三类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管理啊。所以呢 Class 1的我们给一个叫做一般性的管理，叫 General Control。 Class 2的 General Control 不够了，我们加一个 Special Control。 所以各位 Special Control 那个 Special 这个字就这样来的。风险等级三 ，Class 3的，我们要一个一个看，所以呢，上市前同意你才可以卖，我们叫它 PMA Pre-Market Approval， 这个字是这样来的。General Control 里面有什么东西呢？你总得告诉我你是谁的吧？你要卖的东西是什么？然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你要在上市前90天告诉我，我们简称 PMA 上市前通知 ，PMN Pre-Market Notification。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品质系统在你产品上的实现，我们叫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 简称 GMP， 品质系统在你产品上的实现，这个叫 General Control。 各位请注意啊，把医疗器材分成三类是513条，对不对？ FDCA 啊，食品药品化妆品法案。但是把医疗器材分成三类的是513条，但是上市前通知我的时候是在510条啊，所以哪一条先写？510条先写，所以 510K 不是 for class 2的， 510K 是上市前通知那个时候。其他的东西包括 special control 跟 pre-market approval， 那个时候这是 510K 的完整条文。我在年轻的时候很好奇很多事情，你说 510K， 我的师傅跟我讲 510K 很重要，我就真的去看 510K 到底长什么样子。结果我们在 CFR 美国联邦法规会辩里面，你找不到 510K 的，它不是啊，它是法案，它不是法规啊。那么里面真正的内容就讲什么呢？他说啊，你在上市前90天告诉我你要上市，然后我来告诉你你的风险等级是多少。所以 510K 发动的时候，你其实还不知道你是风险等级是多少，对不对？这件事情为什么我在这要跟各位强调呢？因为各位，你们新创的产品它一直游走在 class 1 2 3之间啊，你在犹豫说你要 PMA 还是 510K， 对不对？还是 DeNovo， 对不对？所以我希望各位从缘由了解整件事情啊，从它的缘由开始。 FDA 的这些老伯伯们他们刚宣布的时候就后悔了，为什么呢？因为一大堆医疗器材就涌入了 FDA 啊，怎么办？请你告诉我的风险点是多少？他原来以为大家不晓得什么是 class 1 2 3，因为刚刚开始有啊，1967年。各位，这些故事我并不了解，因为1967年我也是一个小朋友，对不对？好吧，我只是听我们的前辈讲的。那我现在把它告诉各位，我听我们的前辈讲的啊，我们的师傅跟我们这样讲。FDA 的老贝贝们后悔了，这么多弄进来，我们怎么可以处理得完啊？大家都希望赶快就地合法，所以他们想了一个主意，不然这样，我们先选几个什么？做得非常好的东西当模范生，这些模范生给一个专有名词叫做 Predicate Device， 专有名词。然后呢，各位，你们不要先急着送件，你先选一个东西当你的类似品，然后呢，你只要先证明你跟它有相同的安全性跟疗效，我就让你上市了。所以他不敢用 Approve 这个字，他用的是 Clear 这个字。
510K 过了以后，我们给的叫做 FDA 的 clearance， 对吧？他为什么不用 approve？ 因为这是一个 shortcut， 那时候没办法，那么多东西，人手有限，而且大战刚结束，很多医疗器材它毕竟不像药那么危险，那赶快上市吧，明白吗？而且当时的前辈非常的高瞻远瞩，用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字，叫做 substantial equivalent， 实质性相等。各位你们想想看，如果当时用了 identical 这个字，你找一个跟你很像的东西，你证明跟它一模一样的安全性跟疗效，那完蛋了。从1967年到现在，我们的医疗器材长得都一样，对不对？可是没有，没有。我们希望开一个方便之门，当时的 FDA 老伯伯们，他们希望开一个方便之门，但是他也希望不要阻碍了医疗器材的发展，所以呢，实质上一样就可以了。各位，你们要深刻的理解这件事，要深刻的理解我们前辈的所的用的东西，明白吗？这个做法呢，从1967年一直用到今天2021年还在用，全世界 80% 不是只有美国，包括其他国家80% 的医疗器材都透过这个方式上市的，叫 substantial equivalence 510K。 那么到今天呢，风险等级一的已经有大部分东西 510K exemption 了，所以我们说你要不要 510K， 你说 Class 1不用 510K， 不是，它是 510K exemption， 510K 免除了。那 Class 3呢，也不是说它的 general control 吗？ general control Class 3难道不用 510K 吗？它要，它的 PMA， 以我们这些做医疗器材老兵的理解，什么是 PMA 啊？它其实是一个强化版的 510K。 各位，你们当你们听到 510K 的意思叫做 pre-market notification， 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难道只有 class 2的东西需要通知吗？ class 1跟 3不用吗？不是的，它原来的意思是 510K 发动的时候呢，还没有分医疗器材123啊。所以各位，我们对医疗器材法规的理解，如果我 给各位一句话来讲的话，它叫做 predicate based regulation。Predicate based regulation， 什么是 predicate？ 这个英文字如果各位去大英字典查，有好多解释。我比较喜欢的解释 ，according to something or someone to make a decision， 明白吗？各位，医疗器材很难管理的，从棉花棒到电脑断层都叫医疗器材，对不对？怎么管理啊？我们前辈很了不起，它是一个 concept， 它很难被划归成种类的，它是一个 concept。我们中午吃饭的时候用的筷子，一不小心用到医学上，用在骨科上，突然间有个医生觉得这个筷子很好用，它就变医疗器材，是不是这样？它是个 concept， 很难管理的，所以很难管理的东西，没有一定答案的东西，最好的管理方式就是判例。所以在座的各位，很欢迎你们加入医疗器材这一行。那如果你们进来这一行，你们要理解它的习性，判例。要认真的去研究你的类似品，从你的竞争对手里面找一个跟你很像的东西，好好的研究它。所以接下来的这个案例，我想利用一个例子来跟各位说明怎么去研究你的竞争对手。选择类似品既然这么重要， FDA 呢接下来就给了一些线索。首先他把医疗器材分成16大类，放在联邦法规汇编的862到890部里面，从这里到这儿。那么台湾呢，因为要跟美国接轨嘛，很可怜，我们台湾早期都是代工。我当小孩的时候，我们台湾哪有什么医疗器材产业？我们做的很棒的产品呢，不好意思，贴的不是我们家的牌子，都是世界各厂的牌子，我们叫白牌，对。可是我们国家的医疗器材分类只好跟美国人一样，可是这是 regulation 啊，又不能直接抄，所以呢，我们就把前面3码改成 A 到 P， 后面4码照抄，结果就像这样。比方说870-2300，在我们台湾就变成21200。明白吗？各位，这是很无奈的。那么各位，你们也不要以为说我们今天什么事情都照抄，不会的，不会的。我相信接下来开始台湾会开始慢慢走自己的路，因为我越来越发现有很多新码出现，台湾自己有的，这是未来的机会啊。要不是各位这么多新创团队，这些年轻伙伴不断的勇敢的去冲撞，还好各位都没有去台积电，我们来做我们医疗器材吧，去冲撞啊。希望我们今天 有一天，我们国家的分级分类制度也可以被其他国家所采用。同样是870-2300，有一个更细的分类是由3个英文字母所构成的，我们叫 product code。那它呢，在台湾就更难照抄了，对不对？因为它原来是 FDA 的 staff 所使用的内码，它是用来 FDA 你送件进来以后，
在 FDA 哈，主要管理这些事情，布拉克机构叫做 CDRH 这个 Bureau， 在这个部门里面拿来追踪产品用的。可是各位，我们常说考试领导教学啊，到底是考题领导教学呢，还是考官领导教学？如果今天这个题目这个考试有标准答案的话，是考题，这没问题。可是没有标准答案，没有标准答案的时候，就是考官领导教学。各位 ，product call 代表的是这个案件最后会送到谁手上去审，所以 product call 就是考官。对我们医疗器材这一行的人来讲，你告诉我你的 regulation number， 你的法规码的弱点没有用的，你要告诉我产品码的组合。举个例子，这是飞利浦出的一个生理监视系统啊。不好意思，我今天给各位都没有那么新的。我今天早上听到那个朱总裁，他的最新讯息都是以天计的啊，让我非常的震惊啊！我是一个三十几年的老兵啊，我来自水利工厂，水利工厂是一群二十几位退休的工程师所组成的，有所好奇组织，不知道李院长还在不在这？他说早上说他要用什么培育跨领域人才来当做他不务正业的正大光明的理由，有没有？我套用他的金句。在这个产品里面，各位请看一下他的身份证，他的法规码是870-2700，然后他的产品码 classification protocol 叫做 DQA， 然后后面有一个叫做 subsequent protocol， 里面有几个？1234567891011，有12个次码，这什么意思啊？这什么意思啊？难道这个产品总共有13个人在审他吗？就是有13个人在审查，各位听懂了吗？医疗器材本身就是一个整合技术，本身就是整个产业都是，它并不是说去开发一个不有，但是很少，它不是开发一个全新的技术拿来用在医疗器材，通常用的都是成熟的技术，我们把它整合以后放在我们的医疗器材医学上使用，变成医疗器材。各位理解吗？这是它的属性啊。所以医疗器材最常见的事情就是什么技术整合，这是什么意思啊？其中这个叫 DQA 的叫做祖玛，我把它叫祖玛。各位，在你们讲义里面，如果出现了这种框框里面写的字，就是我写的。我写的代表有可能写错，请你只靠告诉我，我有奖金，好不好？发奖品给你们。本周治量测试以 DQA 学校浓度为主要产品码，然后后面的这些呢叫做次要产品码。其中举个例子 ，DRT 是心脏监视器 ，MSX 是生理监视器网路及传输系统。各位看到了吗？一个医疗器材，如果你有很多功能的话，你要怎么表达它？你要怎么表达它？你无论如何，你会选一个东西叫祖玛，然后呢，你会有一堆次码。然后我请教各位，当我们研究我们的竞争对手，把他的身份证拿出来看，他的祖玛重要还是次码重要？什么叫祖玛？什么叫次码？啊，祖玛次码是我称呼的啦，因为这个名字太难念了 ，classification protocol 太长了，不好念 ，subsequent protocol。Classification protocol 是说你再怎么功能再怎么整合，你再怎么也得是一个什么东西。比方说刚才那个生理监视器，它是一个血氧浓度计，但是它有其他的功能，是这个意思。次码的话呢 ，FDA 的解释是 address additional feature or functions of the device. Multiple subsequent protocol can be used even if they fall under different regulation classes. 你即使是落在其他当地方的Regulation number， 甚至不同的 class 1、2、3都不一样，都没关系，你就可以拿来当次码，就是附加功能嘛。这是它原来的用意，对不对？但是各位，当你研究你的竞争对手，我刚跟各位讲了，你们做医疗器材，第一要务就是要找到你的 critical device， 找到你的 competitor 里面选一个当 critical device。那你好好的研究它的时候，你要以它为准啊。祖玛次码重要还是次码重要？各位，关键是次码。关键不是祖玛哦，祖玛是要完全吻合，我知道，但是祖玛就是入场券而已啊。那他为什么祖玛就够了？他为什么非要弄个次码？他为什么非要弄一个次码？一定有他的原因，而那个原因呢，就是 business。看啊，我介绍各位一个 protocol ERG 法规码870-2700，它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法规码哦。它原来的意思是说，我把它翻译成中文，只有一个产品码 DRG 在870-2910，对不起啊，870-2910，生理信号无线传输与接收装置，
信号经过本装置，辨识回原来格式，再显示出来，这是它原来的定义。那么这个东西是干什么呢？我们如果研究它早期的产品，稍微注意一下，抱歉，跳太快回来。它有一个裁量标准，裁量标准落在产品码上。各位，裁量标准不会落在法规码上，它落在产品码上。所以，如果明天各位你们的产品会用到 regulation number 的时候，我会进一步希望你们秀出它的 product code， 透过 product code 呢去理解一下它到底有多少裁量标准。透过裁量标准，我们才能够估计你们所估的那个 NRE 啊，一个产品开发费用到底合理不合理，要理解吗？ DRG 这个 product code 上面有一个 regulatory consensus standard， 各位记一下 EC53， 好，这样就可以了。我们继续往下看，什么叫裁量标准？它是 special control 里面的东西，多半出现在 class 2以上。General control 不够了，我特别裁量的一些特定的标准来什么来决定这个产品到底可不可以卖，这个叫裁量标准。按照 FDA 解释是什么？原来这些标准呢都是公共空间的，由这些机构、这些社团法人、财团法人，他们写的一些标准放在那里，要用不用都可以。但是，一旦 FDA 裁量你，它放在 product code 上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强制的 direct building on safety and effectiveness determinations。你如果选了这个 product code， 这些法规码、这些裁量标准就一定要做到，不然的话你就不要选这个。明白吗？所以它会直接关系到我们产品开发的费用啊。那你说一个标准那么贵吗？当然那么贵，你要先设计、制造，做完要符合那个标准上的允收标准，然后要找人来认证，拿个证书，你才可以送件呢、啊，是不是？我们研究一下 DRG 呢，早期是拿来干什么用的？它是拿来做 ECG 的 telemetry 遥测系统。这个 DRG 这个码很古老，但是它刚开始的时候，因为那是无线电通讯技术不好，没有像现在这么先进。无线电通讯技术，如果 ECG 的病人就是 Holter， 他如果不是躺着，他在运动的状态之下，我们也希望量他的 ECG， 那就需要无线通讯技术。所以 DRG 很合理啊，它很合理，会要求说所有的信号要尽量不要失真，要回到信号的原来状态，我才可以接受，这就是 DRG 的原意，因为当时是这样规定的。不过，随着时间的演进，这个标准它原来的规范就渐渐被扩大了。我们看一个产品，我按不动了啊。今天 Touch 我没有说它很好我今天所选给各位看的产品都不是说很好，但是它在今天的解说，我想跟各位传递的概念上是很重要的。这个东西在以前我们叫宝贝机，在台湾用的很多啊，在哪里用到呢？在疗养机构。它只是一个平板，但是透过什么？透过 WiFi， 它可以透过蓝牙，它可以把一大堆各式各样的医疗器材呢，把信号都集中起来。所以它当时选的法规码、产品码就是 DRG， 这是它可以做的事情。血压、血氧浓度计、脉搏、体重、温度、血糖，所有的这些小型个人化的医疗器材的 meter 所量到的数值，通通把它自动收集起来。所以在疗养院非常安养中心非常好用。这个产品呢，我们看一下它的身份证 ，DRG 就是 DRG。但是有趣的是，它可以支援的产品就不是只有 EKG 了，它可以支援的产品包括 DRG 是它原本的 Class 2 DXN FRI EQA NWB， 包括什么呢？包括血压、血氧浓度计、glucose 葡萄糖，它可以支援的还有体温计，可以支援的东西很多啊。但这个产品只有 DRG 哦，所以。在当时设计 GeneTap 的时候，那2014年我记得啊，2014年的时候，那时候它限定，因为 DRG 的法规要求，它只能把所有的信号，你原来是什么信号，回到你的这个系统的时候，你也只能回到原来的信号。Glucose 是就 Glucose， 比方说 Glucose， 它算出来是180mg/dL， 到你的显示出来的东西就是180mg/dL， 也不能进一步解释。你不能把 glucose 的值、血压值跟体温值合并起来解释，都不可以。你要回到原来的格式，这是 DRG 的要求。所以其实这那时候的想法没有想过，后来在远距医疗里面，这件事情是很严重的障碍啊。当时没想到那么多。不过这个叫 GeneTouch 的这个平板呢，它导致它的技术规格导致揭露一些未来会发生的事，包括什么？支援家用型的个人化医材。当时叫4G社区网络不再用 WiFi， 不除了在家里面用蓝牙以外，出去以后开始 WiFi。还有呢，
提供了视讯健康卫教资讯，还有呢医疗卫生专业咨询界面，还有长时间持续远距监控。各位，尤其是这两个，提供视讯健康卫教资讯，这以前是不允许的，不可以。哦，小弟我呢，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呢到美国去跑市场啊。我们这些叫做 provider、manufacturer、provider 是不可以直接接触病人的，不可以。在 HIPAA code 里面呢 ，LCD 标带里面要求哈，我们厂商、医疗器材供应商，你不可以，特别是在做耗材的，在他前一批耗材快用完的时候，我们是不可以直接去接触那些使用者，因为我们对这些老先生、老太太献殷勤，下一次他就会只对马里家的，对不对？打广告啊。可是像这样的东西呢，像这个平板这样的东西，上面有那么多的资讯，它有那么多资讯界面可以让你提供界面。比方说，你在你的平板上，你支援一个 glucose meter， 那你会不会秀一段影片来告诉、教导这些老太太、老先生们怎么使用 glucose meter？ 会吧？那请问一下，你要用哪一家的 glucose meter 来录这个 VCR？ 那是不是广告？是不是广告？所以那时候不允许哦。虽然是 Jenny Tab 想这么做，可是不允许哦。你不可以在上面放卫教资料吗？不可以。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这个医疗卫生专业咨询界面啊，那什么意思啊？表示医生可以透过他问诊啊，在当时也不允许啊。哦，早上这个李院长有提到啊，医生必须要当面面对面问诊啊，法规不允许啊。哦，李院长今天早上提的时候是在台湾的，在当时2014年的美国也是这样。可是哈，这一个产品后来在新闻上倒是闹得很大，也许是跟他们公关有关嘛。当时有一些人帮他们写了一些评论文章，那时候就认为这一件事情其实有可能让美国开始，美国的 FDA 或 CMS 啊，美国的健保局相当于现美国的健保 CMS， 他们有可能会做一些调整，对不对？果不其然，2019年1月。CMS 同意三个 CPT code， 99453、99454跟99457。2020年1月，第四个码出现了99458。各位，这四个 CPT code 对我们做医疗器材来讲是非常震撼，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你不做这样你不知道，可是各位，你们既然踏进来，而且你说你们叫做远距医疗怎么创新后疫情时代，你们就必须要知道。这四个码是 CPT code， 其中99453代表你可以教育，99454代表你可以收集，99457代表你可以解释，99458你可以处置啊，这在以前是很难想象的。我先各位稍微简单介绍一下什么叫 CPT code， 在上一届的这个国务院办的活动里面我讲过一次，但是因为你们不是那一批的，我相信你们已经是换了另外一批嘛，它就是保险给付嘛。但是这个保险给付嘛可不是给健保局用，美国没有什么健保局啊，美国是私人保险公司。可是怕这些私人保险公司怎么样，保险公司将本求利啊，我收很贵的保费，我用很烂的医疗器材给你，所以 CMS 会定一些码，会定一些规则，这些规则用 HIPAA code， 它是一个 payment code，用 HIPAA code 来告诉大家，其中呢 ，Level One 就直接抄美国医疗学会里面的 CPT code， 它是医疗处置，所以它规范的是人的行为。另外 Level Two 呢，它是指 Durable Medical Equipment for Sources or Sources and Supplies， 简单讲就是我们做的事。这一类的东西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做 DME Pulse， DME Pulse 这个东西是 Level Two。那这两个有什么意义呢？理论上，我们如果是医疗器材制造商 ，CPT code 是没有我们的份的，那是医疗行为，就是给医生、护理师、医疗人员的钱，懂吗？他们的费用，他们的 service 的费用，我们要争取的是 level two， 我们的产品如果能够进入 level two 的话，我们才有办法透过这种先进国家的保险制度拿到钱啊，收到钱啊，所以它是不是很重要？我在这边哈秀了一张 slide 给各位做参考，是讲义的。在我们常用的医疗器材码里面，有一个叫做 ICD code， 那是 WHO 出的，美国医学院出的是 CPT code， 也就是 HIPAA 的 Level One， HIPAA 的 Level Two 就是我们用的，我们做医疗器材的人很需要用的。
你说奇怪，我们家产品又不在美国，我需要知道是干嘛？其他国家会跟进，包括我们台湾啊。所以各位，你们刚开始学习，我们进入这一行的时候，先从美国的系统学起嘛。其他国家的话，你都会找到类似的影子，即使是哈，我们也卖过很多产品卖到欧盟去啊。哦，是，我们欧盟叫 MDD 对不对？早上呢，朱总裁有提过，后来变 MDR 了。即使到 MDR 的时候，到了各个国家，还是要靠他们国家的保险解雇系统来收钱嘛，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先从研究美国开始呢，我们会嗅到一些基础的概念，然后你再去看每一个医疗器材。DME POS 的重要意义是，在2003年呢，美国出了一个法案，这个法案里面呢，它放宽了这些医疗器材厂商的投标资格。如果你是 DME POS 里面的产品的话，你可以直接网络公开竞标，这对国外厂商多么有利，对不对？好，讲了半天，哎，姚大哥，你刚刚说的那四个嘛，都是 CPT code 啊，跟我们什么关系？我们是说一个医疗器材，对不对？我跟各位讲啊，没有 CPT code 的话，就没有 HIPAA code， 没有 Level 1就没有 Level 2。所以 CPT code 出来的时候，所有的医疗器材厂商就卯足了劲在冲啊。为什么呢？要先卡位啊，因为 CPT code 用久了以后才会出现 Level 2，明白吗？刚才那四个码 Level 1用久了以后才会出现 Level 2。RVM program 什么时候发动的？2019年1月。第四个码什么时候发动的？2020年的1月。我们看一下这四个码。99453讲教育。99454讲资料收集啊，99457是可以解释啊，这以前不可以的 ，DRG 不可以嘛，他连收集都不可以啊。刚开始的时候，啊，医疗器材供应商你不能透过无线通讯的系统把你的产品，你不是用在家里面把这些病人的资讯收集起来啊？这些资讯其实是非常值钱的，在以前不允许的。可现在给付码出现了代表什么？给付码出现了代表，那我管理哦，我管理这件事，我让你可以做，可是我有一些规则，你遵守了我让你做、啊。这个叫做给付码的意义，明白吗？虽然这个钱不是不给我们，可是我们是医疗器材制造商啊，我们要嗅到那个味道，这个味道代表这件事情呢 ，Level 2快要开放了，所以我们产品要开始准备了。99454、458尤其重要，因为它代表可以怎么样？当你远距医疗出现问题的时候，到目前为止，远距医疗只能监控嘛 ，surveillance。可是当你看到病人有问题的时候，你要不要处理？你就是通知什么？你唯一能做就是通知119，通知这些人跑去你家里看吗？你不能马上处置吗？如果来不及的话，所以99458，你们有没有感觉到这四个码怎么来的？2019年1月，还不是因为新冠疫情？否则的话，这东西一定摆在 FDA CMS 里面摆很久，它不会拿出来的，因为这些东西很挑战这些商业行为，开了一个方便之门啊。所以，我这边有个结论，这四个 CPT code。它的给付金额不是重点，各位在网络上有个试算器，每一个保护啊，在美国的老百姓，你可以根据这四个码自己按一按，你要不要买什么样的保险，他会帮你算钱啊，就跟我们房贷一样，哦，我们跟某家银行贷款，那你就是跟某家保险公司买保险，你可以得到什么样的服务，要付多少钱，他会帮你算，那是一个试算器。但是我跟各位讲，这个钱不是重点，我们是医疗器材制造商，我们看到的重点是这四个码呢，给予了医疗器材制造商很大的介入权限。首先发难啊，2019年1月，这三码出现了以后，对不对？2019年5月16号，产品送件，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个东西叫做 EKG 贴片，大概在3-4年前，包括我们水利工厂，我们小小的一家水利工厂，我们所带的台湾本土，就是我们台湾人，哦，全从南到北有在做 EKG 贴片的团队超过5个手术，所以当时很热。可是现在有常看到哦，这产品后来也大放异彩，就销声匿迹了。所以 EKG 贴片并不是2019年以后才有，在这个之前有好多小公司在那边嗷嗷待哺，在那边苦撑。但是这四个码出现了以后，2019年5月16号，啊，这个叫做 Breakpart 的公司，他们的 Bubble One 再次送件，在他们之前就有了，他再次送件。在这次送件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它针对就是 RPN 市场。然后呢，2019年6月12号，一个月以后就获证，所以准备充分了、啊。这种情况就是一直在那边等 CPT code 公告以后就准备送件了。如果今天他发现这个讯息以后才开始准备送件，怎么来得及？准备的资料很充分。你看，2019年5月16号送件，2019年6月12号获证，就拿到了。
那他做了什么改变呢？你不是在之前就有了吗？那你这次再次松建，你做了什么改变呢？他做的第一个改变是他们的服务形式改为第一个 ODM， 第二个 CRO。什么意思？他不再卖一般的终端客户，他不再卖一般的老先生老太太，他不卖那边，不进入家庭。当他们发现他们的组织、他们的公司的决策高层发现这四个码出现以后，他们会想，一定会有很多类似的产品，像做 EPC 贴片的厂商会涌入。那这样好了，各位，我们已经在前面走了很久的路，我们已经很辛苦了。你们请我们 ODM 吧，里面的 kernel 啊，你们的 software kernel 啊，还有里面的这些重要的 CPU， 你们去开发，你们的空机让我们做吧 ，ODM。然后呢 ，CRO 呢？如果今天开始要远距了，很多东西都在家里面可以监控了，可以收集数据啊，可以解释啊，可以处置啊。所以有一个更比一般的老百姓更有钱的客户是谁？药厂，是不是？我可以开始嘛，提供我们家的产品给药厂。那我请问各位，假设我今天的目标改了，我的目标是要瞄准 ODM 跟药厂，那我在法规上要做什么准备？不然我干嘛再次送件？我们研究一下他的身份证，各位字很小，不用担心，你们的讲义上都有很详细的字哦。如果你们看不懂的话，直接看讲义的内容。我不是要挑战你的眼睛啊，如果你们看得到的话，我拜你为师，不可能哈、哦。但是我就告诉各位这件事哈、哦，姚大哥跟各位说的事情是有所本的。ECC 贴片本来就很难做啊，说实在的，你非要说用 ECC 贴片，它只有 Leader Two 啊，你可以说代表一个 Holder 的功能 ，Holder 叫做动态芯片。还是不考虑的来，对不对？可是干嘛再松建？其实这类 EKG 贴片，各位，我刚跟各位介绍 DRG， 它的产品码是 DRG， 在这儿。我刚跟各位介绍 DRG 的时候啊 ，DRG， 我就跟各位讲，它原来就是 EKG 的遥测嘛，所以光靠 DRG 就足够 cover 这个产品的大部分功能，它就可以送件可以上市了。可是它在这次送件的时候，非要加了两个字嘛，一个叫 DRT。一个叫 DRX， 这是次码哦。如同我刚跟各位先预告的，当我们研究我们的竞争对手的时候，你把身份证拿出来看，它的主码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它的次码才是。因为主码是一定要的，次码是它可以不要，它一样可以上市。可是它为什么要放进去？一定有原因嘛，对不对 ？DRT 啊，原来 DRG 里面的主码里面有一个传人标准 EC53。EC53是什么 ？EC53就是心电图上面的 cable， 它规范的就是心电图上面那些电缆线、cable 跟导线，它有标准的哦，你不能随便做啊，不符合那个标准，不可以拿来做 EKG 的导线。可是 DRX 跟 DRT 分别是什么 ？DRX 里面是什么？是 disposable 的 ECC electrode， 可抛弃式啊。DRT 里面是什么？是Cardial Rhythm 里面的 ST 阶段，对，我们是工程师哈，而是我们知道这个 protocol 我们已经很难了，你还要我们去看它的材料标准？我没有说你们又不是要开一家公司叫做松鼠工厂跟我打对台，你们家自己的产品，你要花3年5年的时间把它做出来，那个时间你不能把你研究得很透彻吗？要，你要研究到非常透彻。DRX 里面的 EC12 什么意思啊？可抛弃式的，在这儿 EC12 可抛弃式的电极。代表它可以空机出售啊？为什么要空机出售？因为它要做 ODM， 明白吗？那 DRT 里面的 EC57 在干什么？里面最重要的功能除了通讯以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功能是 ST 阶段。ECG 里面的 ST 阶段呢，它有一个标准，你符合它的话，我会同意你 ECG 这么多讯号里面的 ST 阶段这个部分。哦、我可以同意你，让你呢变成医疗器材的信号输出，那什么意思啊？对于一个药厂，他如果有药，请了一些他们的受测者在家里使用，长时间使用的话，他并不需要很完整的 EKG 信号，可是他大概要知道 EKG 信号，比方说心率有没有不整，比方说他心脏跳动有没有出了什么大状况，他只要足够 alarm 就好了，那时候就是 ST 阶段。各位明白吗？他们所增加的这两个次要产品嘛，不是为了这个 Bubble One 的产品销售，不是，是他们准备要做 ODM 跟 CRO 的生意的，明白吗？当他选了这两个次码，透过 FDA 正认证的材料标准以后，这两个产品
先天就具备有这样的功能，对于他们 ODM 接单或是接 CRO 是有很大的帮助，是不是有很大的帮助？而这两个东西它的来源都来自于什么？都是来自于这两件事情的来源都是来自于刚才的 RPM Program， 所以他在 RPM Program 申请这四个码出现以后马上就送件了，对不对？再看第二个产品，兄弟你大概几分钟的时候会给我举牌啊？五分钟的时候，那现在还有多少时间？现在还有五分钟。第二个产品呢 Vitals 送件时间2019年6月18号，差了一个月对吧？他们家的产品很不幸哦，做了很久，到2020年6月1号才拿证，花了一年。一样是 EKG 贴面，有什么了不起啊？没有什么了不起。硬体看来，这些产品我们都很熟悉啊，因为我们搞这个东西带的团队已经做了两三年了。这些公司的产品看来大同小异啊，技术都差不多。可是他们为什么花了一年呢？因为他们家在认证的时候特别强化他们的软体，他们的 APP， 而且呢，他们在 HIPPA 上面啊，早上那个朱总裁也提到 HIPPA 各自上面有花了很大的心力啊。我们研究一下他的身份证，其中可以看到的是这个，各位一样哈，我想你们大概知道我要讲什么。竹马是什么 ？DRG， 这没什么奇怪。可是我们研究一下它的认证内容的时候，它为什么要再次认证呢？这些产品我现在秀给各位看的都是本来就已经有了，他们的前一代，可能是在 RPM Program Announce 了以后，他们拼命的开始送第二代，送第二代产品再认证，那一定有原因嘛，对不对？就抢在这个 RPM Program 公告以后，一定有原因嘛。研究一下他们之间的认证内容，在他们认证内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叫做 API， 在这 Cloud-based 的 API 是什么东西啊？ API 是一个软体写作界面，干嘛？他准备给将来做他们家这个，你买我们家这块贴片、很便宜没错，可是后面跟着这个软体呢，里面有一个 FDA 认证可以进行软体写作的界面，干嘛？给这些临床医师在上面写他的处方啊，可以在他们在他们上面建立他们诊所跟医生之间的联系啊，明白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商机啊，非常可观的商机。我们再往下看，那我们研究一下他的副码，他的副码弄了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叫 FLL， 你们或许会觉得 很奇怪，可是我们这种看到 FLL 会觉得很诡异。为什么？因为 FLL 真的是没必要摆，它是什么？它是体温计，不是我们在门口看到那种体温计哦。医疗器材等级，它风险等级2，医疗器材等级的体温计，它的采认标准有这么多，要通通做完以后才能称为医疗等级的体温计哦 ，thermometer。那它为什么要加这个？在这种 EKG 贴片上量体温有什么了不起？有很多现成保姆买来安了就可以了，可是他为什么在这么辛苦认证过程中非要把这个尺码加进去？我们后来研究一下他们公司的新闻 Vital Scores 510K Clearance， 你看这是一个标准用法啊，你不要说 510K Approve， 这是 510K 啊 Clearance for Continual and Remote Vital Sign Monitoring Device， 本新闻资料说明穿戴式实现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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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特别是给手术后的患者，回家以后请你买一个我们家的 EKG 贴片，我们家的软体会顺便帮你监控体温，而那个体温是医疗等级的，干嘛？手术后的病人在家如果有状况就会发烧啊，他发烧以后信号可以收集，信号可以解释，尤其是信号可以处置，处置是什么？我给你退烧药啊，这种事情可以让什么大多数在手术的病人，对不对？你可以提前回家，因为呢我的产品可以帮你看，而且这个是 CPT code 允许的新功能啊，明白吗？所以他瞄准的是什么？他们瞄准的可不是这些病人啊、今天早上李院长讲得很好，他的真正获利的人是谁啊？他瞄准的是什么？是那些抗生素的大厂，对吧？医用本来这些抗生素是不可以再家用哦，那你现在可以处方了，你可以解释信号了、所以下一个动作呢，我就可以怎么样？我可以开药了，然后呢，当他体温，你只要合乎医疗器材等级的体温量测，他体温升高了，手术后的病人，医生可以远距开始给抗生素治疗，
或是其他的治疗，明白吗？这才是真正背后的商机啊。最后一个例子啊、不好意思，最后一个例子，我感谢你啊，感谢你。Bioimpedance， 最后一个例子，同样一天送件，2019年6月18号送件，一样是 EKG 贴片，他们的 EKG 贴片叫做 BioStick， 没什么了不起啊，因为这个东西一点都不稀奇，对吧？然后他说他可以侦测身体的位置、跌倒、步态、三轴加速规啊，好一点的 EKG 贴片都有 ，Mass 做的。很便宜，原因是因为你的身体体态不一样的时候，量到 EKG 会不一样，所以 EKG 贴片通常都会加上三轴加速器。三轴加速器很稀奇吗？各位，你们手上的每一只手机都有，一点都不稀奇。然后你这三轴加速器加一个软体算一算以后，就变成步态分析了，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早期的步态那个什么计步器有没有？老爷爷在带的，他都不用电啊，里面有一个悬垂就可以计步了。现在的手机每一台都有，对吧？就是三轴加速器。这是噱头嘛？所以这个产品一点都了不起，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个 EKG 贴片啊、，BioStick， 但是这家公司后来募资募得很棒啊，会棒会让我们注意到，而且这么遥远的地方，我们在这么远的台湾，我们会注意到它，就是它的后面这个叫做 DAS 的东西做得非常好 ，DAAS Data as a Service， 我相信各位都听过，因为现在很热啊。DAS， 它的两个 DAS 呢是扣住了这个 BioStick 去发展的。这两个 DAS 呢是一个很厉害的包装厂，我们来研究一下啊。他们公司是由这两个家伙定哈、这很年轻的家伙，我相信是他的主意，因为这看起来不像是有那种 idea 的人、然后呢，他们公司现在已经有超过60个员工了，从怎么样？从3-4个人开始，现在有60个员工。他们家产品的特色不是刚才那个 BioStick， 虽然整件事情引发我们的兴趣，是因为他在2019年6月18号送件。EKG 贴片，你又在炒冷饭吗？不是 EKG 贴片，在这个 EKG 贴片送件了以后，他们公司的 DAS 分了两部分，第一个叫做 MedEPARK Data Service， 第二个叫做 Remote Patient Monitoring Data Service， 就直接引用了 RPM 伯根的名字。他来做什么事呢？其中叫做这两个都是软体哦，是一个服务平台。其中这个服务平台是你买我们家的 BioStick。刚才那一支买了以后呢，我们会提供一个30天的试用，在这30天试用里面，因为我有994534454跟457，我可以合法的收集整理你的资讯，以便于你在手术前就帮你做好身体评估，甚至可以决定你将来在手术的时候所需要的麻醉药的用量，明白吗？所以他们的 business 往前推展。刚才我们看到 Vitals 那家公司的 business 是在手术后，对不对？回家愈后啊，我帮你监控。他没有，他往前推，手术前就开始了，30天，收集好资料，这样子的东西呢，经由数据管理，他甚至可以开出一些评估指标，让你带着你的这些指标呢，到医院去，在手术前就交给医师，让他做手术的评估，让你的手术更安全啊，是往前推进。走得更近了、更前面去了。然后呢，然后如果手术完了以后我也没有放弃哦，我们就请你继续接受我们的第二个 program， 叫做 RPM program。 在这个 program 呢，它叫 longitudinal management， 这个字眼就是纵向管理，意思就是一条龙管理。你回家以后呢，我会继续照顾你，长时间的照顾你，那就是一般的远距医疗照顾了。我就一条龙服务啊，从你手术前开始服务，一直服务到我没有说往生哦，也许啊，一直服务到底啊，叫做 RPM 服务。各位，我们研究一下它的发动时间，994534454457发动在2019年1月，99458发动在2020年1月，然后他们送件时间呢，2019年6月18号的 BioStick 送件，那是硬体啊，可是呢，2019年12月12号。获证以后呢 ，MedEPARK 他没有送件，他直接申请的是 trademark， 因为资讯自由法，你送件技术会公开啊。我申请 trademark 是一个很好的 know how 保护，他没有送件哦 ，service 我 trademark 注册商标就好了。当我确认2020年1月的时候，确认99458会出台以后，我就开始切断，从这里切开。我把这个 Made Impact 跟 RPM 切成两个部分，让它在术前术后可以处理。各位，从头到尾你都没看到 BioStick， 那 BioStick 在干嘛？ BioStick 虽然是个医疗器材，
但是在他们整个的 DAS 的服务平台里面只是一个 tool 啊，从头到尾都是。不过这个 tool 要做一点准备吧，要吧，不然他干嘛再次送件，他拿 旧的一代来做就可以了，他要做一点准备。 MetaHub RPM 两个数据模式，如果以传统医材的角度来讲一点都不稀奇，因为大部分的医疗器材你刚开始用，如果要带回家用的时候，你都会有一个调整期，那个叫做什么，叫做 physician mode， 对吧？他会再进入一个 mode， 在那个 mode 每个医材都会这样设计，让医生有更多的参数可以调整，然后把 freeze 锁起来以后呢，你带回家用，你带回家用的时候你还是可以调整，但是你大概只能调整开或关，其他的不会让你调整的，免得你自己乱调，对不对？还有呢，他会逼迫你下一次回来回诊，这种产品这种模式是很常见，没什么了不起啊，可是他们就硬是把它包装成两个 DAS， 所以这时候这个 BioSpeaker 变成是一个 tool 了，对不对？不过你要用 把它变成一个 tool， 让它能够好好的为 DAS 来服务，你得做一点准备工作。什么准备工作？我们看一下他的身份证，在他的身份证里面、哦、这些东西呢都很寻常，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 BioSpeaker， 非常寻常，很寻常的这个认证过程之中我们看不出什么端倪，但是当我们研究一下它的产品码的时候，主码还是 DRG、哦、毫无意外，可是他们出现一个非常好玩的字码叫做 NDC， 这在 EKG 里面很少见，那 NDC 是什么？它是药物剂量计算机，明白了吗？各位明白了吗？一开始在送认证的时候就想好了，我的字码再加一个 NDC， 以便于我可以怎么样，在三十天 Made EPOM 模式的时候，我们的顾客带回家使用的时候，因为我带有这个刺码，在这个刺码里面，你多了一个刺码，你当然要做实质比对哦，实质等效嘛，你当然要找一些类似品嘛，你当然要收集很多的所谓的 validation 跟 verification 跟 validation， 这两个 B 不太一样啊，两个 B 的数据嘛，我收集了这些数据以后 ，FDA 就会同意我们可以宣称有这个功能，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收集994534457的几步啊。然后呢，把这个讯号做好以后呢，透过9945让它带到医院去，让这个手术医师可以参考使用了。你看这个商机抓得多准啊，而且抓得很稳，对不对？所以整件事情的猫腻来自于哪里 ？NCD， 明白吗，各位？哦，所以我今天想举这个例子，让各位理解，我们既然要做法规，我们就要做彻底。我期待各位，哦，明天看到各位的报告的时候，除了 regulation number 要出现以外，我希望能够看到 protocol。如果你们不是医材就算了。那么我除了希望看到各位的 protocol 以外，我甚至希望看到你们 protocol 的组合。如果可以秀出你们 protocol 的组合的话，那就不枉我在这边讨费尽唇舌跟各位介绍了一个小时。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希望大家喜欢，谢谢大家。